因为水的话，为什么想到说水，我们山上经常会看到，像这样下雨之后，那个两边的溪就会有水就很多嘛，就把这个强调一下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岩石，给它勾勒一下。台风不是到了菲律宾吗？这是新的、不是，好像是在真的哦，还没完全离开哦。听说这块这两天发布海上台风，真的、嗯。